这里有六位小伙伴啊，我们一起抢板凳。哎，我抢到了，我也抢到了。谁没抢到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好像没有耶。大家都活下来了吗？这么厉害！哎，我又抢到了。哇，这边好多板凳，我也抢到了。这个人怎么不动呀？哎，我抢到了。啊，表妹，生死关头，他的手速怎么这么慢呀？哎，有个人复活了，耍赖！我抢到了，表妹，哇，这怎么办？表妹，哎，表妹，要不是上来呀？要不是复活上来？好难过啊！还剩一个，是时候拼手速了。哎，这是我的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嘿嘿，跟我抢板凳啊，不可能的。Nice。抢板凳大赛现在开始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抢过表哥。哦，这两个人，哦，哎，有人掉下去了，好，还剩五位玩家。我要站在中间位置。哦，哎呦，表妹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哎，又有个人掉下去了，还是我要站在中间。我也站在中间。哎，又有一个这里。拜拜喽。完了，还剩三个人。这次只有两个椅子啊，表妹。来吧。哎哎，这个是我的，讨厌，手滑了，没人到。表妹的手速还是不行啊。抽个任务。哎，表妹怎么复活了？椅子呢？椅子呢？椅子？哎，椅子，你棒棒糖有什么用呢？哎。